旅行可以很轻松，也可以很不同。每次假期都是美好生活的练习曲。幸福不再是奢求。当我们全家出走中，全家出走中，出走到哪里？到北投可大碗公石井面、景观温泉美人汤俯瞰台北，阳明山私房景点也将花园当采花贼，还有五零年代怀旧走唱纳卡西的全新体验。你看我的蛋多耶、嗯！哦，哎呀哎呀，溜出来！哦，糖心啊，糖心啊，嗯，很好吃哦。哦，两个人在鸳鸯浴呀，鸳鸯浴。你素食不啦？素食哦。有啦。哦，对，素食。我叫金凤来哦。哦，晶莹剔透。啊，晶莹剔透。晶莹剔透。哦，半年半。赞，抓赞。刚好抓赞，抓菜啊。来吧。来吧，你是原住民哟。随着天气渐渐的转凉，又到了泡汤的季节。我们这次要造访的就是温泉的故乡北投。而这一次呢，刚好遇上了侯三雷和 Ken Ken 的学校考试，两个小鬼在家里面温习功课。于是我和亚兰带着岳父岳母到北投泡汤去啦。北投在台北盆地的北边，坐拥大屯山系，景致宜人，是台北人休假外出游赏的好去处。第一站先到地热谷风景区走一走。哦，来哦！哇，全家出走来到这里啦！我怎么觉得感觉好像到梦境里了？梦境？怎么那么多烟啊？这么多烟！这个北面才跑的人，好哦，那边跑哦，太快了，太快了。因为这边吼是北投很有名的地热谷，地热谷一景吼，在我小时候的年代，地热谷是可以你随时来公众场所可以煮蛋，对。啊，后来呢把它关闭，重新整理了，对。啊，像这几款，那个好漂亮。哦，啊是说吼，你们有没有泡过温泉？没嘞，没泡过。没泡过。没泡过哦。你们拢安那干，那两个人泡烧水呢哦。我来，我是捌落哟。安尼。我错，你来给他错。就你的错啊。对，你的错。怎么变成我的错？啊，他们在恋爱，我是已经出现了哟。所以这一趟哈，我们把它定位一下，身心灵疗愈之旅。哦，这个一天没有人参加。我们把它定位叫北投温泉养生回春之旅。回春哦，回春节。你说回春这两个字，我爸笑得超开心。啊，你好。感觉他好像很需要。哎，养生哈，我们大家来回春两位来。哎，好好。啊，你也做保养。好，我也要回春啊，搞不好我可以变十八岁。走吧走吧。我这一眼呢，我都很心虚了。哎，亚兰，这个泡温泉呢，是可以养颜美容，没错啦。不过你想要返老还童，好像是吃力一点了哈。在泡汤之前，我先带大家去吃温泉蛋。这个泡温泉的蛋可是地热谷这一边的一大卖点哦。因为现在政府的管制，所以在地热谷规划了一个更棒的煮蛋区，既安全又卫生，还能体验乐趣。哎，这个哈、哦，北投除了说泡温泉的，爸妈，那几年哈。跟我讲来猪能鬼，慢嘞，慢咯。以前呢，温水海鲜准来够健好，那时候地热谷有天然的温泉可以自己煮蛋。啊，但是因为有人会受伤，所以有危险。危险。后来也因为可能整理的关系就关了，都无啊。所以今嘛有人哦，哪个要吃温泉蛋被人做？对，怎么办？我们在，我们在哦。对啊。这边哦，我们可以好好的体验一下。嗯。哎，哦，温泉，好可爱哦。这是一般的鸡蛋，这边有一些温泉，这样比较安全啦。先打开给你看一下哦，看哦，有没有？哇，有了哈，有没有闻到温泉味？有哈，哦，那这是有啥需要？这，我这温泉本来就是水啊，你看伊，哦，本来就这么热哦。啊，它一直在滚呢，滚那起泡泡。怎样？我喜欢下骹有啥需要？这下骹有啥需要？喂，有无？多不好啊！啊，本来滚。哎，无安尼啦，妈，啊，你盖好煮。搞合理啊！所以这个是整颗蛋这样丢下去吗？你煮了啊？是可以啊，啊我放啊，你拿起来哦。怎么拿？怎么放啊？没有夹子啊？连篮子啦。对啊，连篮子一起吗？来，去看麦。没有。嘿，谢你哦。嘿，啊放着，哎哎哎，啊坑位，坑位，坑位，嘿，它会沉下去。去麦水哦，好，赶快盖起来，盖起来，哇，盖起来，现在开始计时，六分钟半熟，好不好？好。差不多了哈，来，哇，
旁边有冷水池来。好，我们把它放在这个冷水里面哈。对。啊，它是教说放一分钟啊。一分钟。哎，让它冷一下，我们就可以吃了。一方面是让它冷却，再来的话就是可能可以让那个蛋白啊更 Q 弹，应该差不多。可以了吗？可以，好，来，一人一颗。一人一颗。好了，蛋壳放这里哦哈。好好来。你们哈从来没有吃过温泉蛋，一定要好好品尝一下。对，好来剥好吃吃看哈、哦。你看我的蛋，多哎、欸，哦，哎呀呀，溜出来，哦，溏心啊，溏心啊，嗯，很好吃哦。哦，哦，就是要这样，哦，好好吃，太好吃了。嘿，多宝，哎，多宝，它有一种特殊的香气。对。所以水煮蛋真的不一样。所以你问我说，哎，温泉蛋跟一般的蛋有什么不同？我说不出来。哎呀，它那个气味就是不一样。对，特殊的香气。嘿，哦，不过真的好好吃哦，它那个溏心的感觉，对不对？哦，咕溜。好来，好，你让干杯啊！好，好不好？哎呦，你看看这个吹弹可破的温泉水煮蛋，温顺滑嫩的口感，好吃到都要流眼泪了。不过这个温泉蛋只是开胃菜哦，接下来还要带你们去吃一样超有名的大餐，到底有多大呢？跟我去开一开眼界吧。好、哦、来爸爸、嗯、哦，那好炒丁来夹这个米店哦，特别不一样，你光看那个感觉有没有很古早味、欸、那就是因为你年代了、欸、对吧，你小孩应该是都这样吧，有啦、哦、我来讲家的米吼，上好食是啥物咧？什锦面。什锦面。有名的。哇！啊，带你来就讲台底啥物拢有啦。哈。啊，绝对互你食个饱。哦。尽量点，尽量吃。确定要让我吃到饱。确定吃到饱了，我跟你讲。啊，你什锦面，哎，我靠，食什锦面应该是啥物料拢有吧？哎，我叫头家来等介绍先。哎，大哥，老板，哎，来，拜托一下吼，什锦面。你里面大概有什么料？跟我们这个哈岳父岳母稍微介绍一下。有虾呀，虾呀，来，崩皮，崩皮，再崩皮，北港话就是地瓜哦。啊，不，崩皮比我下输。啊，别给你啊！看啦，你是不是偷鸡啦？啊，是我叫唔到人，你是路人哦。偷鸡，我是偷鸡，这偷鸡在新加坡，大家你住都未记，多到想不起来怎么细数啊。那这样子可以成立啦，吼。哇，那想必一定很丰富。哎，应该很丰富啦。哇，啊，我好食的哦，你要赞，绝对好食哦，无好食免钱哦，免钱哦，你讲我家里有几个围城，都饿了。饿了，来来，店姐有大中小碗啦、啊、吼，啊来这边吃大中小来，当然要大碗啦、啊，我饿死了，饿死了，大碗，对呀、啊，你确定吗？对啊，确定大碗，你先给那个小碗的碗拿出来给我们看一下，小碗先出碗来，妈，小碗，小碗，这小碗呢还好吧？还好，多大？还好吧？他这个蛋，还好哎。你儿子没有多大，还好而已，还好而已。把你丢面了，对呀，我丢面了。啊，丢面应该是可以啦，因为小碗啊，你丢面。大不到哪去吧。来，切切出来嘛，丢面。哇！这怎么吃啊？那家？不是。哇！我刚装的也差太多了。丢面嘞！吓死人了！啊，这款碗吼，普通时啊，咱咧处理是饲金鱼啦。大家是做钓咩咩咩煮面啦，食面啦。啊，安尼你安怎？你吃落吼？啊，食完咧打包落去啊，不是钓咩咩安怎食？你无你吃大碗，你要打包，你要去买垃圾袋咧。你无吃大个塑料袋啊？垃圾袋吧。啊，不然量太大了，你哪里有那么大塑料袋打包啊？哈，挑战啦，好不好？好啦，会使哦。啊，你确定哦？大碗啦哦。我现在开始有点抓。太大了。我们碗先不要拿出来，我们先求输了。来，每次你都 A 我的钱呐、啊。大碗你没有吃完，给我三万。我不要。中碗我都吃不完了，我不赌博的。突然戒赌了。我妈她从小教我不能赌博。哇，你嘞？然后来，陶哥来，早晚结出来。早晚，大不到哪去。这是洗脸盆吧，老板？这何止洗脸盆，你要泡脚都可以。哎，你凶悍呐！陶哥，阿伯阿妹啊，昌明如果一个人可以吃完这一碗啊，可不可以不要算他钱？可以。阿伯吃下去，吃下去。我偏偏看啦，好多，真的哦，我吃完不要钱哦，好，真的哦，然后不要钱哦，